毒品是无底深渊，一旦开始了，就停不下来。吸这个跟吸烟是一样的，在国外已经很普遍了。你是不是又吸毒了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不会再犯错的吗？如果我早一点告诉你们，他就不会出事了。你现在是有前科的人了，就算改过自新，也很难让别人来相信你。我不只是一个妈妈，我也是数毒人员，我们对毒品了解的程度不一样。我不想再犯错了，我不想再进戒毒所了。我怀疑永康有可能在服用 meth。 CMB， 你们快快 CMB， 小木 CMB， 快你什么都不懂，连儿子在吸毒你也不懂，根本就不配当他的妈妈。既然又怎么样？